欢迎莅临国父纪念馆。本馆是为了纪念国父孙中山先生及先前建立民国的事迹与行仪，于中山先生百年诞辰时规划兴建，目前已建馆48周年，是展现博爱心传的名人纪念馆，更是大众共享幸福的一文殿堂。本馆正厅左手边是国父史迹东室，展出的是国父生平事迹展。展场内的建国大纲为本馆镇馆之宝，右手边为国父史迹西室，结合科技及历史展出孙中山与台湾。欢迎各位更进一步了解国父孙中山先生史迹展内容，也欢迎朋友们一起向国父行礼致敬。本馆的展出全面不收费，欢迎各位与礼宾交接后前往参观。请大家注意，本馆室内及室外全面禁止吸烟，除吸烟区外。仪队交接仪式进行中时，请保持肃静，请不要触摸、跨越、拉扯管制红线。拍照时请勿使用闪光灯，并尊重仪队礼宾执行公务。这次执勤的是空军仪队，谢谢各位，欢迎参观指教。为因应新型冠状病毒防疫工作，本馆已加强公共区域、公厕等场所清洁消毒，也请游客加强自主管理，落实戴口罩、勤洗手、注意个人口和手部清洁，也留意体温与呼吸道状况。如有发烧、咳嗽等不适症状，本馆将协助拨打免付费防疫专线1922或通报。谢谢合作与配合。Thank you.
哎，不可以，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，不可以乱讲话。这里有一台飞机，妈妈。好，小声一点。你看到没有？这样子。看一下呀。